现有超好，现在有拍照过啊。OK， 1.09，1.09。哎，怎么只摸到一只？还有一只，在这里。下雪，一直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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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踩那么深的是你吗？不是吧？这里有个好深的脚印。好难拔。你这样拍得到全部吗？对啊，
很长的红线啊，先划一次很长的那个红线，红黑线那个我比较熟，接着才去最上面啊。而且今天比较松，可能又比昨天更好滑。下的虽然是雪，但是下面的温度可能没有很低。对啊。你看这样是很可爱，很可爱。Loco Moco 冻。对啊，所以这是特产，感觉一定要吃。也没有啊，是它只不过加了一个蛋在上面，就叫特产。它里面成分吧？汉堡牌啊。汉堡牌啊。今天这样滑下来，你根本看不到下面在哪里啊？对，就会觉得很安全了。会安全吗？很安全啊！看不清，连路都看不清楚了。不是路看不清楚，是不会觉得下面很远。反正今天我是不要再去左边红色的那个，能够避免去那边。唯一避免的方法就是从中间下。马斯贝，我们可能会惨兮兮啊。我不觉得，我觉得接那个烂的那个是这样子，说不定他都比他好。对啊，所以你也要一起来试，对不对？那不然呢？反正那个我们那么烂的都摔成那样就是了。有在录吗？看一下。嗯，我有。你上面有水哎。正上方不管，不用不用，他就是会这样。在海绵上你就不要理他，是在海绵上，在你的镜头上。哦，那就要一个大点，那就需要讲半天，不用擦，你只要抹一下就好了。你用不着把它擦到干，因为没有用。他就有位在帮你擦一下，我的呢？那你就擦到正上方吧。为什么擦正上方？因为你上面积了一些水啊。其实那些雪碰到这个马上就化掉了。我镜面擦一下，我手用。你要不要擦镜面？不用擦，没有用啊！等一下又会来一坨。至少现在是干净，接下来也好。嗯，都是水啊。一收头就会冷的。手要搞。你准备带两根手套？因为我刚刚从那边切过来的哦。啊？不是，它红线应该这个。看哪是这条车啊？你是路痴吗？这边还没有到它，这边根本就还没。操场的下面哎、欸，真的吗？这边这边还没，我们还没到汉堡王嘞、欸。然后你说从这边切过来，我觉得他刚刚应该从上面下来。对啊，明明就看你从很高的地方下来，就不是我们刚刚从。你从多高看？从右边也有红色的地方开始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哎、欸，你要过很高就是了，是不是？蛮高的啊，我好像就看到。你是走中间下来的啦。对啦。你有没有看你的轨迹记录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我看的话就是全天开。好小。对啊。好啊，不然你就带着我们走啊，看看，最后看看地图，看说滑一下。讲半天。我从这棵树。我是从这边坐来的啦。这根本跟这条路没有关系，这个我都知道，你讲错了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从这棵树跟那棵树中间下来。走啊，各位去走啊，烦死
本来还相信你的，你破坏光我们的信赖度了，一点都没有。干嘛这样？那个车有在动吗？可是我们本来也没有要坐那一台啊。你不是就要坐那个圈片吗？圈片是中间这一台，在这个房子后面。圈片没开耶，对，你都没在动啊。是啊、哦。今天不能当圈片的。有开有开，只是没人坐。有动那么慢吗？对，就是这么慢。哦。没人坐而已。靠腰哎。怎样？我觉得很恐怖，你看上面都白白的。不会吧？我们有划过的线就不恐怖啦。我只是说要看血量很恐怖啊，做 lift 很恐怖，滑下来不恐怖，但是做 lift 很恐怖。前面棒棒棒棒挡住不就好了吗？没有，就大风雪是觉得很恐怖啊。哦，是啊，现在没有风啊，没有大风。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子盖住的？好冷啊。哦，你要说冷，这样确实是很冷。这里好像没有在用盖住，所以你看这里不能夜滑，太冷了。我们那时候就冷。夜滑只有下半部那一段，我们也不会想滑。绿的，你是要夜滑要干嘛？而且今天也没旗子哎，还好昨天玩到。搞不好这周末也还有呢。是吗？周末加bonus。我觉得有可能哦。嗯。嗯。好冷。对啊，都没人坐哎。很冷哎。就这种大家都会是坐港东啦，这种真的很冷啊。欸，上面有两个人，我看到。有吗？两个坐在椅子上的。哪里？哦。好像在掀起来。欸，哦，好冷哦。是吗？该不会 off 了吧？你知道昨天山顶的那个三点半啊？对。他就一个一个把它掀起来。对啊。哎、啊，有人要收工。对啊，收工。对啊。没有，山顶那个就正式要关了、啊。他这里是升起来的，没有，他这样就不用不用积雪。但这个没有，哎，这个有、哦。有人在弄吗？它是自动的吗？等一下上去才戴，有差吗？好啊，那就先来戴啊。有差吗？早戴的话，早流汗啊，早流汗了就干的手套就没啦、啊。想省着后面再用。先下吧，反正缆车站就在不远处。好了吗？你先下。
是啊。喂喂喂！哦，那我上面吃吃饼干好。你拿一个碗在那边接好，我看这个。我要拍照，我要拍照。最干净。不知道看不见山顶在哪里。啊！今天这样滑，如果我们在不是晴天的时候来挑战这里，可能吓都吓死。你看那个人就一直摔，我怎么又这样？但是这里会不会是雪道内还是雪道？那是雪道内吧，它还是切到左边去。那个不是啊，那已经边边的，已经是插进去那边。对啊。好冷的，我背后好冷，我不要靠后面，吸走我的热。好冷，你们不会冷吗？你很冷，你没有靠。好起来又再一次。我今天也有摔倒的时候，他那里又不深，停下来不行，他只是站不起来而已。对呀、啊，就很松啊，站不起来啊。没有很松啊，我都看得到他的板，他的板没有陷下去啊。他是没力了吧？雪道还松了？哎，没有哦。他只是没力。雪道哦。啊？他那还雪道哦。是啊，我就说他那只是他还不行吧。他蹲那么低。他是不大敢下吧？不一定哦，搞不好那里松雪松的要命啊！搞不好那里不平的现在。这边雪直接挖都没问题的。小动物，小动物会撒满整张图。阿西，你有保不便险吗？还有海外急难疾病？你搞不好中了一种雷鸟什么病的？草油。就是被雷鸟走过的雪。吃下去。这应该一次就好，然后我们坐缆车，然后就是坐港都啦。对，港都啦，然后港都啦一下去，去 Jacky 那边烤手套。好。烤手套，然后山顶滑个几次。顺了以后就去玩玩看那个黑线。白哦！啊？好白一片。对啊，就是你现在转过来我看，就是右半边是雪，左半边没比较没有风向，有吧？你给我摸个脸啊！对啊，面罩上。我这边还好呢，你的比较湿，表示你那个裤子比较没有隔热，它吸你的体温，它就会变湿了。大雪纷纷。镜头上都是哎，你这样录根本没办法录。我现在抹一抹已经还好了。你不是你自己的都是水珠，那你抹一下就好了。水珠由大变小还是好比较好一点。你不要把它抹到没有，变成小颗就可以了。对啊，还好啦。小动物会住在这里面吗？有可能吧。挖树洞啊！对啊，等一下有熊出来打哈欠。它就在睡啊。你的手现在还冷吗？还冷。嗯。因为我裤子这里越来越湿。嗯。好了，慢慢掀起来了。呼呼呼呼，撸一撸。一个人都没有。
也算是刚下的吧。对啊，你说那边啊、喔？我这边，这边吗？这里都算刚下的吧、啊？不要这么接近地面好吗？反正我就看着你看干看你干了什么。啊！哦，很深嘞。很深哦。那很好啊，尽情享用。现在是长野县的警察就要，现在就是在拍啦、啊。好了好了。两个眼睛盯着你，什么东西啊？好弱。都跟我讲什么？看起来像你刚吐了两口血一样，是怎样？先吐一次，吐了两口血，再来弄漂亮的。我要找我的 iPhone。Oh my god！ 你就说路上捡了掉了草莓吃，这样肚子还行吗？缆车站那边嘎啷嘎啷吗？你就要山峰了吗？最好是山峰。人像，这样也要人像？其实没有作用吧。拍影片还是都可以啊，影片好了。草莓冰，啊，草莓冰，你还有一颗要吃完，你要把它吃。你这次弄成圆的好吗？哎，这好漂亮哎！你把它弄成太冰了，你快蒸了。你等一下肚子很冰，我跟你讲。这是你弄成圆的啊？不要，你把它捏成雪球啊！我要站起来，帮我拍得到。你可能站不起来，因为那前面太深了。啊！好，我停掉了。起来嘞！我们看用针拍照。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等像嘛，等一下，等红一下，一二三，舌头会冻住。冻住就把它吃下去就好了。为什么我今天有粉红点点的感觉啊？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不用看啊，帮我把裤裤完了。好，回去回去。他竟然现在穿的就是松雪板，这样是可以的吗？还是上面很松雪？没有，应该这里今天雪质都像这样，早上下雨，接着又补了雪在上面，软软的，就是有一点软。有路哈，要不要擦一下？擦一下啦，我那都什么都录不到。哦，好啊。不知道在录什么。我觉得我镜片一直在滴水。你擦你自己的。有了，有了，好的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镜片就不用了啦。草莓队长要出发了。你没有出发？出发啦！最好是。
被刮走了。没有啦。但其实还蛮安全的，啊，其实还蛮安全的。哪有安全？被他跑乱七八糟的。你不要看到他就觉得怪怪的，你回山就可以了。你圈可以画大一点，只要回山就好了。回山就好了，走多远都没关系，不用弄到停。哎呀，看起来很恐怖，但是碾过去却没事。我觉得看起来真的怪怪的。我今天这里也不上来了。对，我也不想要滑了。太累了。回山啦。很累啊，很乱啊。我也不大敢用小小转的方式滑。你安全就好啦。没有，我这样想，因为这样子我也觉得不大安全啊，体力耗太多的话也不大妙。我想一下，其实固定力还蛮好的。对啊，其实固定力很好。很重。
对啊，但是视觉上就让人害怕的是，直直下也可以。哎，好了。好了，我可以了，我可以了。哎，其实这里用回山可能反而比较感觉更不安全呢，所以好像用双手往山下那一招。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这个。是。好，随便你，你高兴用什么方法都可以。就是现在已经要变缓了，我好像发现我只要一直盯着山下滑就好了。自己倒，想倒啊，好啊，你就倒啊。卡住了。对啊，
没啊。好、哦，这边安全了吗？安全、啊。直直下都可以了。这边直直下也可以啊，这边直下速度还快不起来嘞。我试试看好了。不要不要，太快也会摔倒。你看看我直直下速度会变多快。太乱，顶不住。你还要滑这吗？我们应该不行的。好，下去了。
等一下就可以休息二十分钟了。等一下就可以休息二十分钟了。手伸直的时候，往前伸直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抬，往身体旁边一点，它帮你左右。站在里面再拍啊，站在这里拍，不讲。哎，湿嘞！啊？滑下面都湿的。赶快上去，比较近一点。
下雨还是有差。今天滑到的都是下雨的雪子。至少它不会越来越快，只是它，我觉得视觉效果比较恐怖，就是觉得有东西挡你，但其实它挡不了你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还好。怕。那我问你哦，你说你去滑的那个黑线松雪区，它的雪油比较松，比较不湿吗？对。比较不湿。比较高吧，没有像这个那么湿。因为湿的就是会有人滑过就一块块啊。而且我刚才想跟着别人的那大玩，然后结果他没反应，摔几次？没有。而且我一次有玩，而且我还趴在雪地上帮你们拍耶，有看到吗？我看到。我不知道你在干嘛，我就知道他在录影啊。我没有录影，我是用人像。哦，有那人像看得到的。怎样？你就不要等下说。这是一种迷信。你刚吃草莓的人像还不错吧？你太远了。对啊。我还比较近。你看，很像很厉害的样子。你看，这是就像很方便啊，就要帮你。拍这个很方便啊，很好。我就想要哦，好吧，我休息一下好了。草莓冰啊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就草莓红莓，红啊红。就这样。看看你有没有吃，没有，你有没有吃？用外面的手套弄，没办法。
有多人滑过，红色那边。那边是乱，那边是乱，然后也没人射，没人啊，就不会有人挡你。势必你要怎样怎样，成功一击。我也是，也要休息久一些些。靠，他还推嘞。对啊，不动啊。没跟上吗？还是怎样？没有啊，后面那台跟着我。对，他刚能力推，有人跟上了，卡上了。是多少钱？然后我们买多少钱？
有个更赚一点的方法，如果反正都是要卖掉的话，你领到的应该会是共通券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你是中一日券，你就第二天去八方卖，因为八方的一日券比较贵。盐月的一日券好像才4000，八方的一日券5500。他是用了之后才开始，他不会算。不，他应该会发给你一张共通券，就跟我们这个要换的券一样，你就收着就好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算。你已经拿到了没？没有，他就是要我们去那个点，我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。对啊，我们两个抽中的都是要去盐月，然后连买的都要去那个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三个人的取票就是刷卡买。买那个讲座的去票，结果他信用卡刷完而已，没有给票。他说就去那里领，就对。我没有带信用卡。你有带吗？有带来，但是在箱子里。好，先记得这件事。这个是蛮不错的。我们之前过是真的穷，而且我们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不是我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个 water resistance。我们那天要不要把护照带身上啊？哦，要，只好吧。要，不然我们都不能换送的啦，不然我们都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啊。对啊，我就是自己。我有尿尿，我不能笑哎。我尿尿很着急啊，就想尿尿啊。我刚可是没上的，虽然我现在想。刚上过了。然后我们在讲什么都不给。我们今天不能当 champion， 只能当一次 champion。你的手指上有个洞，是不是？我知道啊，那是破洞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不知道多远会到哎、欸。往下降的时候就快要到了。往下降，然后你看到那个 Jackie's Kitchen 的时候，怎么办？血迹里面有点突兀的。没关系啊，反正等一下只要冲到那个 Kitchen 而已，就要进去。
写啦、啊，只是找到证据。陈述事实，你就是赚。哇，尿尿哦！比我刚吃了两罐草莓冰。看要多久才会到？这样也可以看。GPS 不准吧？准啊，很准，超准。我都不准哎、欸。我都每次打开那个地图软体，都不一定标得到我在哪里。哦。怎样？大约在4-5分钟。因为看看距离差不多，我已经下降了嘞。对啊，下降了、啊。差不多啊，还没啊。因为看距离差不多五分之只剩五分之一。
左边啦、啊，左边啦、啊，这边啦、啊。